这个顺风啊，哎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说。哦，你说你说吧。借我5000块钱呗。爸呀，你管别人借钱能是这个态度吗？来，再说一遍。借我5000块钱呗。来，爸，你站起来，来，来来来，坐着吧。我问问你，妈是不是现在管你管的也太严了？嗯。兜里是不是一分钱都没了？你咋知道的？抗争啊！反抗啊！来来来，爸，你看，你看，让街坊邻居看看，咱俩往这一站，你这块头子比我大仨，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。你看，街坊邻居们都了解我，你别看我个儿小，脚趾头缝里都是男子汉的气概。行了，好好琢磨琢磨啊！你别整那没用的，你借不借我钱？你咋就忘不了这个事儿呢？你借钱干啥呀？二狗子。二狗子咋了？不在小区门口开水果超市吗？啊！上货没钱了，在咱倒个短，3-2天就还。这二狗子开个水果超市，怎么老借钱呢？要不他生意能那么好吗？这倒是，不过人家二狗子讲诚信，人家有借有还。对，行行行行行，我谢谢你。哎，爸，哎，你可千万记住了啊！哎，这是我的小金库。哎哎，千万别说啊！别说金库。哎呀，爸，你站好了，咋的了这是？是你闭嘴。把手放下，小金库，男人必须得有，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啊，老婆高兴了，他能给你；老婆不高兴，他是啥都不给你。爸现在跟妈要点钱是真难啊！哎呀，来给我吧，你给我放那。你啥时候站在我身后的？就你跟我爸研究金库的时候。哦